穿这个类似的，没有？有好多个颜色，反正上面写罕见两个字就知道了。好，跟着我们走。啊，如果不知道怎么走，反正跟着大队。对，那最后会在。一起过来，对，然后两个阿姨是他的姨妈，还有阿公嘞，阿公，他的阿公，阿公不见了，对，阿公不见了，啊，真的，阿公躲在旁边，第一次参加绕境，对，第一次参加绕境，那有没有什么感觉？有什么感觉？特别的感觉，就蛮好玩的，就是跟着大家一起，因为我们平常都觉得这个太累了，不适合我们这样，那今天我觉得还蛮好，而且罕见基金会这边都会帮忙照顾的，就是有帮你们跑那个流程，有带着大家，对。从北部下来，对，很早起来吗？5点半。真的哦？那他们两个不会累哦？会啊，但是会累吗？对，但是看到沿途这么多美食就没有很累了。觉得好玩吗？你们第几次来？第一次走这么远，会不会累？不会，不会，所以等一下可以继续走下去。是他的脚酸，他脚酸，给我妈妈先站酸。对，妈妈酸。好，那你会不会累？不会。不会，还有一个小时哦，齁，加油加油，好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，谢谢，好，谢谢，好，谢谢。
茶叶蛋吗？这是茶叶。哦，茶叶，茶叶。报告，谢谢。茶叶蛋。